田老头给的这个骰子到底有啥用啊？难道赌鬼掐我的时候，我拿着骰子砸过去，可要是砸不准怎么办？赌鬼会不会恼羞成怒，直接把我给灭了？不行，我得赶紧想个办法。我靠，来了！臭小子，你昨天看到包娘了没？她昨天怎么没去房间找我？女鬼没去找你，我他妈怎么知道？说不准跟哪个男鬼去鬼混了。傻逼，哈哈哈！小兔崽子，你在笑什么？老子很好笑吗？再他妈笑一次，老子现在就把你眼珠子抠出来！这难道是骰子？哈哈，还真的是骰子，好宝贝呀！老子已经20年没见过这东西了，你小子不错，还知道孝敬老子，来，滚出来，陪老子玩两把。怎么，让你过来陪老子玩，你不乐意？什么东西，到底玩不玩？小兔崽子，要是你陪我玩两把，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。大秘密？什么大秘密？难道是有关于这家酒店的？玩不玩啊？给句痛快话。不玩。嘿嘿嘿，刘远，你是在对我说话吗？哈哈，赶紧给我过来，否则我就吸干你的阳气，让你变成鬼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过来。老子再问你最后一遍，玩不玩？他妈的，早这样不就行了吗？非要让我动粗。小远，跟他赌。怎么是田老头的声音？难道我出现幻觉？小远，别怕，我是你田爷爷，还记得我告诉你，我记了一时神魂在骰子上吗？这是我的灵石，我现在就在骰子上，虽然没有任何攻击性，但是看这个赌鬼也不太聪明的样子，搞定他应该没问题，一会儿你就按我说的做。原来是这样，呵呵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怕了。行啊，玩就玩，但是玩之前我要说一下规矩。范范，什么规矩？你快说。好，第一，不管我是输还是赢，你不能杀我。第二，如果你连输3局，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。第三，如果你连输10局，那么你以后就要听我的，并且签下阴阳契约，不能反驳我的任何要求。怎么样，敢不敢赌？赌就赌，老子难道还会输给你这个小崽子不成？咱们就玩最简单的，比大小。好了，小远，你们开始吧。这个烂赌鬼，呵呵，放心，你赢定了。好，现在就开始，你先来。小，哎呀，怎么是6的？居然比我大！哎呀，才2点，真是背啊！你来。什么？居然是4点，又比我大！哼，还要玩吗？你已经连输2场了。才2场而已，还早呢，我就不信你还能赢我。来，继续。什么？居然才1点？这，哼，臭小子，你是不是出老千了？你别血口喷人，这么多观众在这里看着呢，我怎么出老千？而且骰子也是你自己丢的，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出老千？技不如人就要污蔑我吗？你最好别，否则有你好果子吃。到你了，看，还是比你大2点，你已经输了3局了。再来，我不信。你已经连输10局，接下来你就要兑现你的承诺了。呵呵，承诺？傻小子，鬼话你也信？只要我现在杀了你，谁也不知道我输了。哼，小兔崽子，受死吧！小远，快醒醒！哎，这臭小子怎么直接下瘾了？没办法，只能用这一招了。去死吧！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和你玩骰子的人了。呵呵，输了想不认账吗？装神弄鬼！
想跑，居林是。服不服？别烧我，别烧我，我服，我服。哼，恶性难改，留你不得。大法师，大法师，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大法师，饶命！大法师，饶了大肠吧，我愿意替他一死。嗯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有了。大法师，大法师，饶了我吧。大法师，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了。住口！哼，朱大肠，我本想将你打得魂飞魄散，但是你爱人却为你苦苦求情，甚至愿意一命换一命。哎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也不是赶尽杀绝之人。现在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，我便放你们自由，甚至可以为你们超度，同意否？同意，同意，我同意。好，既然如此，第一件事，把你的事原原本本的说出来。哎，好吧，我叫朱大肠，是朱家村朱老三的儿子。因为母亲去世的早，所以父亲就特别溺爱我，于是从小就贪玩，一来二去就和社会上的混混们玩熟了，有空没空就喊我上网唱歌，然后又开始带我玩牌。起初玩的比较小，后来玩的越来越大，输赢也从几十块到了几千几万。为此我还把家里的房子抵押出去借了高利贷，本来以为可以翻倍，却没想到连房子都输了。后来为了躲避追债，我就来到了这家酒店，于是就变成了现在这样。大法师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害你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个朱大肠可真的是好赌成性。第二件事，今日老夫要抽了你的赌金。来，放松。好了，朱大肠，起来吧。我的头好痛。大法师，大肠没事吧？没事，赌金已抽，人性归来。朱大肠，虽然你还是魂体，但现在却和刚才截然不同了。如今你二人可还有未了的心愿？说来听听，如果力所能及，老夫一并替你们做了。大法师，事到如今我才幡然醒悟，我想跟我爸说声对不起，别让他失望了，不知道他还在不在，还有包娘，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。大肠，你终于醒悟了。朱老三，哎，原来你是朱老三的儿子。是的，大法师，我爸爸还在吗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十几年前听很多人都说，你爹当年找不到你，又被那群高利贷的人逼债毒打，最终走投无路，悬梁了。我的爹哦。哎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进来吧，明日天亮，老夫将为你们二人超度，送你们投胎。谢大法师。哦，时间到了。